八月七日，女排超级联赛冠军天津渤海银行俱乐部代表在颁奖仪式上，当日2017-2018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赛颁奖典礼在天津大剧院举行。新华社记者李然社八月七日，最有价值运动员奖获得者李盈莹、左三和江川右二在颁奖仪式上领奖。新华社记者李然社八月七日，最佳篮网奖获得者袁心月发表获奖感言。新华社记者李然社八月七日，最佳教练奖获得者陈友权、钟和家人在台上合影留念。新华社记者李然社。